Hello，大家好 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看到画面吗？OK，我看到咱们这边有人说可以听到，可以看到，对吧？行，然后还有2分钟时间，咱们再稍微等一下，因为我看到现在陆陆续续进来好多人，然后咱们再等2分钟，等大家都到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内容，好吧？Hello，大家好，时间到8点钟了啊，然后呢，我们就准时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网课内容了。那我是 Go Market 的分析师 Coco，很高兴呢，今天又能够跟大家在这个直播课上见面。那上个星期呢，应该说是从3月份以来吧，应该说是市场呢又开始进行了，就显而易见、肉眼可见的进行了一轮回调。跟去年当然幅度呢，跟去年的3月份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但是作为咱们很多投资者朋友们，还是觉得一脸懵啊，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然后包括这一次的这个下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会维持到什么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上周呢，我跟 Joy 啊，在周三的时候那一次直播呢，当时呢重点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一次主要下跌恐慌的来源呢，是来自于美联储这个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上升的一个这样子的问题。那对于这种基础的这个问题，如果大家错过了上周三我们这边的直播的话，可以呢去我们的 YouTube 的频道，然后去回看一下上一次的这个关于美国国债上升导致美国股市出现大的一个回落的一个情况。然后大家呢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从这周开始，因为昨天是维州的这个 public holiday 嘛，今天呢但是市场也有开放啊。那今天呢也是这个维州的这一个星期呢也是第一天上班。那我们可以看到澳洲的不管是澳洲的股票，包括是昨天中国市场和美国的话，都是面临了不同幅度的下跌。昨天呢正好是我们维州的劳动节，但是在国内的话，咱们都知道是这个。女神节啊，女生的这个节日。那昨天呢，也有看那个网上有很多段子说啊，昨天呢，所有东西打折的力度再大啊，都不及 A 股的打折力度大啊。当然呢，这个也是一个戏称嘛。对于我们做投资的心态来说，因为最近有跟不同的咱们的朋友在聊嘛，不管是不是客户，或者说从事这个行业的咱们的朋友来说在聊啊。对于这个投资的心态啊，其实我个人更倾向于是。
我们适当的一个调侃，对吧？说这个股票打折啊，或者说像是今天的一个，我看网上又出了一个新段子了，这个新段子的名字叫做，哎呀，这个叫做你好90后啊，这个九呢不是数字的九啊，是韭菜的韭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嘛，昨天这个 A 股呢也是一轮这个深深的大跌啊，这边说是满盘皆绿也又空仓。绝处逢生有希望啊，是对于这个90后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韭菜们，那我觉得呢，其实投资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一个闲暇的一个资金，或者说是没有太多他就是生活上啊，或者说影响生活上的资金拿来做这个投资的。所以呢，在这部分我们适当的调侃，但是呢，投资嘛，毕竟不是拿命去搏，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在掌握好这个自己的风险和收益的这样子的预期的情况下，适当做一些投资是相对比较合理的。那一开始呢，我们也是一直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按照我们公司的合规部门要求，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我们所有今天的网课内容呢，仅仅是一般性的建议，不涉及到您个人的金融产品的具体投资。那您需要呢考虑您自己的财务目标、财务状况和需求等等，再来做决定。那我今天讲的内容呢，也是仅代表我个人的建议，并不代表 Go Market 的一个观点。那我们公司的资金呢，都是按照澳洲证监会的要求存放在。国民银行 NAB 银行的这个隔离账户里面，也就是我们说的信托账户 trust account 里面，实行了严格的客户资金的分离制度，所有这个资金呢，跟我们公司的资金呢是完全隔离开来的，是没有办法用作除开客户交易以外的其他用途，并且呢，我们这个资金呢也是每日跟银行进行核审核核算，然后呢也是受澳洲证监会监管的。这个是我们上一次2月23号吧，我记得非常清楚，2周之前，正好2周之前的一个那个目录。那待会儿呢，在讲到下半节课的时候，也会跟大家来回顾一下2周之前我讲了什么内容，那现在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公司呢，是1998年成立的，目前总部呢是在墨尔本，悉尼呢也有我们的分部。那我们能够交易的产品呢，像是澳洲的股票、美国的股票、外汇、全球股指、黄金、石油、数字货币等等。那好消息呢，是我们的港股啊，也是马上要上线了，并且呢，我们是提供5天24小时免费的中英文的电话服务。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官网。我们公司目前的墨尔本的地址呢，是在600号的 Bourke Street 22楼。那到下个星期啊。我们马上呢是要搬到我们 Collins Arch，是在 Collins Street 的一个新的办公室。但是呢，因为这个搬家公司的能力有限，包括我们公司现在也是在进一步的做协调，所以呢，我们这个 China Desk 这个部门呢，也是作为第一批会去新的这个办公楼。那大家感兴趣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小助手，或者说跟大家的客户经理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的办公室在哪里。对吧？下个星期呢，咱们抢先一步，先来我们办公室啊，跟我们来聊一聊对于这个新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了解。那悉尼的办公室呢，是在420号的 George Street 的10楼。那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也刚刚跟大家分享，一开始呢也说到嘛，这个最近这2天啊，新名词出现了，90后。那有些时候其实我还不得不佩服咱们这个投资者朋友们这个造词能力啊，真的。这个叫做因资金大跌而破灭坐拥百万资产梦想的1990以后出现的韭菜，出生的韭菜呢？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嘛，昨天这个 A50 的大跌，像是中国很多基金重仓的板块，比如说像是白酒这一类的话呢，也是遭受到了重创，所以呢，很多这个。我今天也看到一个段子说，曾经我以为啊，我买这些基金，对吧，可以5年，可以不再打工，但是呢，没想到我却要现在要打5份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段子啊。那昨天晚上呢，特斯拉以特斯拉为代表的这种 EV 电动汽车呢，也是经历了一轮暴跌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目前呢，特斯拉的市值呢已经跌破了6000亿美金，也就是说，这个跌掉的市值呢是几乎等于这个福特和通用的市值的总和的2倍。那可以想象啊，这个跌掉的这个市值价值之多啊，那它的股价呢也是从啊这个今年年初接近差不多900美金，跌到了差不多现在的560美金，下跌的幅度呢是有35%吧，我记得应该是35多这样子的一个回调的一个幅度啊。那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仓位啊？但是我自己在那个电动汽车的这个行业呢，也是有一定的仓位的，包括我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啊，或者说咱们的客户朋友啊，都是在买特斯拉啊，或者说蔚来啊这一类的电动汽车。那大家呢，对于这个信息啊，也是非常的关心，因为呢，对于特斯拉来说啊，这个下跌的幅度，对吧，达到了37%，还是不少的一个回调的幅度。那这个价格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张图也可以看到，是几乎到了去年回调到了去年11月份的一个价格，也就是说啊，这今年对啊，到现在3月份，几乎今年的一个涨幅呢，已经全部抹去了这个今年所有的涨幅，加上去年12月份的一个涨幅，基本上已经全部抹去了。这个回调幅度呢也是非常大。那包括很多市场上现在解读呢，也是说特斯拉呢已经进入到了技术型的熊市当中。那对于很多目前手里持有特斯拉，或者说持有美国这个股票啊，或者说电动车股票的这个朋友们，也是非常关心啊，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出。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蔚来汽车啊，目前来说这个回调幅度也是非常大的。它从今年年初最高呢是达到了67吧，对，67左右美金一股，跌到了现在呢只有35美金啊，是回调幅度达到40%多。那价格呢也是几乎回到了去年11月初的一个价格了。那回调力度呢比特斯拉还要再大一些。那说到这个电动汽车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如果大家呢对于美股或者说对于它的这个 ALKK 的这个基金啊有一定了解的话，应该对它也是非常了解的。女巴菲特，这么多年也不能说这么多年吧，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啊，他是在华尔街啊也是享有盛名的。他名字呢叫做 Cathie Wood。然后呢，因为这个名字里面有一个 wood，所以现在大家也是非常亲切的称它为木头姐。它这个基金呢就非常有意思，它的这个基金呢，这公司啊，ARKK 刚刚也跟大家提过嘛，那很多传统的很多基金啊，它是没有办法，也不说没有办法，就没有做到 ARKK 一样那么的透明化。那它这个公司呢，就经常会公布它目前持有的一个股票的一个仓位和一些情况，那很多的信息呢也是完全对散户公开透明的。那这个公司呢，从去年开始吧，可谓是名声大噪，因为呢，它首这个其中重仓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斯克的这个公司啊，特斯拉呢，在去年的一年的时间呢，价格呢也是涨了10几倍，因为去年差不多2、3月份的时候股价还是很平啊，按照今年9、10月份这个并股之后的这个价格呢，当时呢是按照差不多50美金吧，现在是虽然暴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是达到了560多美金的这样子的一个价格。那这个呢，应该说是啊，这个 Cathie Wood 呢，它还是非常具有独到性的眼光的，因为它现在的这个基金管理团队下面呢，聘请了非常多的这个某一些专业的特别的人才和专家，比如说是生物制药的一些专家，然后医学类的一个专家，包括 AI 智能的研究的一些科学家等等等等组成的，他这样子一个团队。那他呢是从18年，我记得应该是在18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呢应该说是特斯拉不太被投资者甚至说华尔街看好的。那这个 Cathie Wood 呢，他在18年记得应该是6月份还是8月份的时候吧，写了一篇很长的一个报道给那个马斯克，那告诉他呢，预测说啊，你这个公司未来的估值啊是可以达到，我觉得应该是
100到2000美金的吧，我记得没错的话，当时呢是让他不要把这个马斯克不要把特斯拉公司呢私有化。那马斯克呢收到了这一份建议书之后，也是跟自己的公司的董事会进行讨论，然后适当的调整了公司的一个战略方向。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现在的这个特斯拉呢，尽管在这一波回调里面下跌30%多，但是呢，它根据之前的时候的这个股价呢，也是水涨船高。那这个 Cathie Wood 呢，也是从此一战成名啊，因为他手里的 ARKK 的这个基金呢，也是重仓了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那同时呢，他的这个基金收益呢，也是非常的高啊。那同时呢，Cathie Wood 呢，也是投资了很多其他的美国的一些成长型的股票，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 Square。然后包括 Open Door 等等，这一些好，还有像是Zoom 这一类的这个线上的这个沟通的平台软件等等这一类的这个公司。那它这个公司呢，这个 ARKK 它持有的这个基金啊，也会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由这个 Cathie Wood 呢，他会自己来上传的这个类似于跟自己的资金持有者或者说是散户朋友们的一个交流的一个视频。那因为这两天嘛，我们知道这个股市呢有比较大的一个回调。那我最近呢，因为上周五嘛，是3月的第一个星期五，那他呢也是按照惯例啊上传了一个这个视频。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这边视频的原版的这个视频呢已经地址在这边了，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它在长达40分钟里面的。这个视频啊，到底讲了什么，以及他对这一轮美国下跌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那因为我自己也看了嘛，所以呢，我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和他讲的一些话呢，我做了极简的总结啊，来直接给到大家。如果大家没时间去看这40分钟，或者说大家对于自己的英文可能理解能力比较有限，不是特别想要去看的话，那我这边呢也根据我自己对于他的话一些理解呢，做了一个总结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点呢，当然就是 Cathie Wood 现在强调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啊，他认为呢，现在很多我们看到这个成长型的股票，不管是科技股也好，还是说像是电动汽车的股也好，最近的回调力度都非常的大啊。但是呢，他认为啊，这个其实是属于板块的轮动啊，并不是说是牛市的终结，或者说熊市的开始。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2周啊。像是银行股、金融板块，或者说是像是能源类的这个公司板块呢，这个上涨的是非常的多的。所以呢，他认为啊，这是属于资金板块进行轮动，并且呢，它是属于牛市的扩大。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啊，在牛市行情，哪怕现在不确定是不是牛市，但是呢，只有单一的板块或者说单一的个股在上涨的情况下。那在这种呢，其实并不能确定是完全的牛市，而是有可能像是一个泡沫的开始。比如说，就是像之前的互联网泡沫存在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股市市场当中，没有太多其他板块在上涨，只有互联网板块相关的个股在上涨。那这个时候，一旦泡沫破裂的时候，也是非常惨痛的。那 Cathie Wood 的意见呢，就是说。现在呢，其实是牛市的扩大，因为板块轮动是好事儿。你科技股如果现在上涨过快的话，适当挤出一些泡沫来进行回调调整的话，其实是更加有利于市场长期稳定上涨的。所以呢，他也同时给出了建议啊，他也觉得现在呢是抄底科技股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呢，我也是。比较赞同他的一个想法的，因为呢，我们知道他现在的一个回调，如果我们回去看这个纳斯达克，最近确实跌的也幅度呢也是比较厉害，但是呢，相对来说标普500以这种传统公司、银行啊、金融啊这些板块资金为标的的这种大盘股的话，它其实最近回调的力度不是特别大，我们待会儿可以看一下它的图啊，那也就是证明了。其实并不是像是这个18年或者说之前08年的这种恐慌情绪带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一个牛市的终结，或者说熊市的开始，只能说是呢是一个板块的一个轮动的一个效应。第二点呢，这个 Cathie Wood 也是讲嘛，他说算法交易啊存在局限性，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市场上呢很多包括基金啊或者是机构呢，它做股票或者说挑选股票的话，它是有这个算法的这个统计算法的一个存在的。那其中呢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或者说要素，它来参考来做这个算法的时候呢，是比如说像是我们的市盈率或者说市净率等等这些数据来进行参考的。那Cathie Wood 呢也是给出了他的观点，他是觉得这种算法交易或者说估值呢是存在局限性的，因为现在整体的一个市场呢是在我们说的这个大绝对市场的一个低息环境，并且呢是在货币超发的一个情况下，所以说呢，如果是仅仅根据算法交易来做判断的话，他认为呢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三点呢，他也提出啊，时代在改变，我们都没有办法回到过去。这个呢，就是根据疫情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疫情呢其实在这整整已经有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在全球爆发呢，也已经有一年的一个时间了，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了人们的一个生活习惯，包括这个消费习惯的。所以他认为呢，像是一些电商啊等等的话，尤其是美国或者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澳洲来说，这个电商呢也是在不停的崛起。那你说，如果说一下子完全回到当初的这个线下来进行购物的这样子的消费习惯的话，他认为这种可能性呢是比较小的。所以呢，像是这些生活的一点点的细节呢，其实都是在改变我们的生活。那同时呢，我们也是要来做我们的投资的话，也是需要来着眼于未来，不是说着眼于现在，或者说着眼于过去。第四点呢，他也提到这个最近的一个回调嘛，就是从2月底开始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呢，提高从0.5%提高到了百分之啊，涨到了1.5%，所以呢，导致了市场认为啊，美国可能加息的预期会增强，导致了美国股票呢开始这个有一个大的一个回调。那这一点呢，其实我跟 Joy 就跟一开始是跟大家提到嘛，我跟 Joy 在上周三的直播活动中呢，当时也有跟大家介绍嘛，因为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提高，代表了大家呢投资，尤其是投资者对于无风险的这样子的投资呢，没有那么感兴趣了，大家更倾向于做一些风险类的一个投资，也就是说，可能对于避险产品的一个需求不是那么强了。那从侧面印证了，可能是经济在好转。那呢，也是作为美国美联储未来判断是否要加息，或者说重新收紧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依据之一。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导致这两周这个股票呢也是在那个连续下跌。那 Cathie Wood 呢也是提到了这个观点。但是呢，在我后来又听了一下他的整一个这个40分钟的一个讲话，我总结下来呢，我觉得他的一个观点其实就是我在这边总结到第五点，就是这个我说这个这是第四点啊，说错了，不是第三点，纯属是这纯粹扯淡，应该是第四点的国债收益率导致股票下跌的这个观点呢是纯属扯淡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边应该是写错了，是第四点。那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国债收益率啊，是百分之，当时是从0.5%涨到了1.5%。那这个呢，其实是会导致为什么说大家会说会导致像是一些成长型的股票，而不是价值股票的估值下跌呢？那我们知道，这个对于成长型的股票，通常我们是指科技股，或者说包含像是电动车板块这样一类的一个公司呢，它是会把未来它能够公司能够赚到的钱，的现金流，以折算到目前资金的一个价值折算到现在。比如说未来的100块，可能你折到现在，可能你根据你的折算的率不一样，你可能是90块钱，你也可能是95块钱。那如果说这个收益率，国债的收益率在提高的话，你就是说未来的100块钱折到现在，
你越来越不值值钱了，原来可能是95块钱，但是这个国债收益率一提高，你可能变成只有90块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像是这一类股票，它的估值会大打折扣。但是呢，为什么说啊，这个我总结下来听下来，开飞我的意见是觉得这个第四点，国债收益率导致提高导致下跌呢，是纯属扯淡的。他是认为，其实大家市场啊在做这个估值的时候，对一个企业进行估值的时候，市场普遍运用的一个这个折现率，并不是国债收益率目前的0.5%到升至到1.5%，而是说市场目前普遍使用的一个折现率就已经达到了3%到4%，而且呢，Cathie Wood 是认为啊，他认为是其实大家正在运用的是4%到5%，也就是说你单单从市场目前的情况下，从0.5到涨到1.5%，是对这个公司或者说这个行业类的这个公司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的。所以他是觉得国债收益率导致股票下降这一点应该是纯属扯淡，因为我之前运用的一个数字，就你远已经比你1.5%还要高了，那你现在从0.5涨到1.5，对我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呢是 Cathie Wood 的对于大家呢很多的这个目前的行业的一个下跌啊的一个看法。那尤其呢他也是说到了一个特斯拉，那特斯拉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包括从它前几期的一个财报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呢，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可能市场的占有率呢正在下降。那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从德国的目前的一个财报也好看也好，还是从美国当期的一个财报来看也好，特斯拉呢确实面临着市场占有率的一个下降。但是呢，其实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点就是说，以特斯拉为首的这样子电动车板块，它其实不像是传统行业，因为传统行业我们知道它是属于企业内互相竞争。但是呢，电动车板块它其实相当于是从目前其他的这个车企上面去抢蛋糕，所以呢，对于这种正在起飞啊，因为它目前电动车板块还是属于萌芽萌新的一个状态，对于正在起飞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板块来说，它未来的潜力是无限的。所以呢，Cathie Wood 是觉得特斯拉的一个问题呢不会特别大，并且呢，他也始终强调他的观点啊，他认为现在的一个回调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车的一个时机啊。那刚刚呢也跟大家提到嘛，这个标普尽管最近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也好，纳斯达克也好，也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回调，但是呢，我这边的一个截图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标普500的这个指数，那现在呢，其实回调的幅度呢其实不是特别大，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基本上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非常正常范围内的一个回调，所以呢，那证明印证了这个市场呢其实是板块在资金进行轮动，那我们只能说啊，现在这个市场上面的资金啊是越来越敏锐了，那所有的资金呢都是逐利而去的，比如说啊，最近那个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也都涨得比较好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相对应的标普五百呢，它跌的就没有像是纳斯达克来的那么厉害，那这个也是证明了，我们之前呢其实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啊，2021年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钱啊，没有像2020年这么容易了。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应该说去年来说，只要你在合适的价格，在3月份左右的价格买进了股票，不管你是买的哪个股票，80%到90%你都是赚钱的。也就是说，你只要不动，你买进去不要动，80%到90%都是赚钱的。去年的情况，对吧？那今年来说啊，整体的收益率呢，或者说我们对于收益的期望啊，肯定会不如去年，而且呢，也不会再有去年的什么我买进去就坐着等就可以直接赚钱，甚至说翻2倍、3倍、5倍、10倍这么多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自己总结出来呢，这个2021年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策略或者观点，应该是天上不会再掉馅饼，赚钱呢也不会那么容易。为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板块加快这个资金的轮动了，可能之前呢是这个电动车板块，那现在呢是这个能源和金融板块，
那也有可能啊，在接下来的时候，然后又重新回到科技股板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所以呢，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也应该会对这个市场呢有更敏锐的一个判断，因为我们也知道，可能你这个市场其实就是看这个市场上的投资者有没有比你更聪明的，对吧？因为你们都是互相在赚对方的钱嘛。那既然这个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逐利的资金这么多，那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我们也要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时间点来适当调整自己的一些投资策略和投资板块权重的一个侧重。那，我在上周，也就是说之前的2月23号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YouTube 截出来的视频嘛，这个我们同事上传可能延迟了3天，那一天呢是正好也是一个周二的晚上，所以是2周前，2月23号的时候，跟大家呢做了一个视频的一个分享，叫做石油屡创新高啊，之石油股为什么岿然不动？因为当时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咱们朋友问我嘛，说哎 Coco 为什么石油涨了那么多了，我手里的石油股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当时呢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啊，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为什么石油股呢岿然不动。然后在最后呢，应该说是下半节吧，跟大家也是分享了几只石油的一个股票啊。那如果说石油一直在处于这样子的高位的话，那我们的石油股票呢，还是可以考虑入场的。那2周的时间过去了，结果呢，正好是遇上了这个科技股市的这个大的一个回调。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作为能源板块的中流砥柱啊，那石油股票呢，就是上个星期跟大家推荐的石油股票的表现如何？那当时呢，跟大家推荐了4只啊，美国的石油相关类的公司。第一只公司呢叫做西方石油，代码呢是 OXY。我不知道当时大家听完我的网课有没有去买，或者说有没有去关注啊？第一只呢是 OXY，是西方石油。当时2月23号的时候推荐的是26.47块，目前呢是29.78块，2周的时间的涨幅达到12.5%。所以就是印证了我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这段时间的不，其实不是所有股票都在升跌。或者说不是所有股票都在经历的一个大的回调，那只是个别板块的轮动的效果。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只是西方石油，对吧？在这2周其他股票深度回调的时候，它还是依然涨12.5%。那当时第二只呢推荐的是雪佛龙公司，代码呢 CVX，在当时的时候推荐的是98.39，目前的价格呢是已经到了109.76，2周时间的价格呢也是涨幅达到11.5%。那第三只呢是跟大家当时讲的，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叫做康菲石油，代码 COP，当时推荐的时候是50.88，目前的价格是58.8，2周时间的涨幅呢也达到15.5%。最后一只啊是埃森美孚石油公司，代码是 XOM，当时价格呢是54.3。今天呢，报价是60.87，短短2周的时间呢，涨幅也是达到12%，所以呢，也是印证了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观点啊，这个其实属于板块的一个轮动的效果。那接下来呢，同样的这个情况，我们也看到是发生在澳洲这边的股市市场当中，最近的这个能源啊，包括这个银行啊，或者说我们说的基建类的板块，都是涨得非常好。那我们 Go Markets 呢，也是一直之前就有跟大家有去讲过关于基建类的公司的板块。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的话，我们最近这2周呢也会出来很多关于基建类的板块的公司的股评，像是 JHXBLD、LLC 等等这一类公司的股票的中文版的股评。那也欢迎呢大家呢可以到时候来跟我们的小助手或者说各位的客户经理分析师来进行了解。那今天呢，我们这边的内容啊，就到这边，因为我们现在节目改版之后，我们每天晚上的网课时间呢，会在30分钟左右，最后呢，预留10分钟左右的一个问答的一个时间啊，来进行给大家呢有一个一对一的一个问答的一个了解。那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我们公司呢，在这个去年2020年呢，也是获得了澳洲，应该是第几次？第几次我忘了，反正再一次获得了澳洲排名第一的客户服务的这样子的一个称号，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啊。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 YouTube，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公司 YouTube。如果说错过我们的这个当天的网课啊，或者说一些直播的活动的话，可以直接在 YouTube 里面搜索 Go Markets，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频道的所有的一个资讯和给就是 public information 的所有信息。然后呢？我们最近的一些线下的活动啊，也是慢慢开始恢复了。大家呢也欢迎大家，不管大家是住在东区还是西区，也可以来跟我们了解一下，就是最近的一段时间的，不管是在 Glen 或者说 Pony Cook 的一个线下的活动，来跟我们做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交流。那这边预留的时间呢，这边就给大家留一定时间关于问答，好吧？然后看一下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OK，我看到呢，咱们这边说啊，你说说 LYC 的回调入场点啊？对，LYC 呢，其实一直跟大家呢有去推荐的这样子的一个股票，那最近呢的一个股票有一个小幅的回调吧，但是，我其实还是到不了我自己的一个再次入场的心理价位的。我们可以看到前两天吧。前两天当时回调到了5.8块多吧，但今天又涨回到了6块钱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LYC 在这个均线附近啊，在这个蓝色均线30天均线附近呢，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位的。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次的一个小幅的回踩，都是回踩到了30天均线附近，或者说均线以上。那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回调呢是回到了15天的一个均线的一个价格，所以呢，LYC 目前来说啊，还是在一个非常好看的上涨趋势里面的。那你要问我说我什么时候买，对吧？每一个时间点我也想买，但是呢，一直就再也买不进了，因为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 LYC 的仓那个目前的一个均价是在2块多嘛，但是卖掉了之后卖飞了之后。差不多4块多5块钱卖飞了之后啊，就再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补进了。我们可以看到，它几乎每一次回调就只是小小的一个下跌，然后呢，第二天又开始昂头挺胸的往上涨。所以说呢，现在来说，LYC 回调的入场点，因为它现在其实并不是构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回调啊，只是涨涨跌跌是属于比较正常的嘛。那如果说还要真的要跌多，怎么样的话，可能啊，最多靠近30天的均线，目前的价格我看应该是在5.7块左右吧，那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有希望能够进去吧。然后又有人问这个 A50 啊，对，A50 最近的回调也是比较大，尤其是昨天的情况啊，A50 应该从今年的这个农历新年开始，当时是2万多点嘛。突破了2万点，然后新年之后啊，几乎我们可以看到是天天跌啊，一直跌到了现在，今天是17000点的一个价格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的一个技术图形，A50 呢，现在的价格呢，几乎是已经回到了去年12月份的一个价格了。我们可以看到，去年12月份的价格就是17000。然后呢，之后逐步突破了19000，然后又到了今年的时候突破了2万9，今年的时候逐步突破到了2万，那现在呢一路回调到了17000。那我从目前的技术图形上，大家如果手里有这个固比均线的一个模板的话，应该也能够看到，它现在是已经回调到了比较关键的一个价格，维加斯通道这个价格的附近了，同时呢也是。去年12月份的一个价格的一个顶部，那就是说在17000左右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的。那如果17000呢，如果是跌破了，那下一个目标呢，可能会到16000左右的一个价格。那这几个价格呢，是至少是一个支撑吧。如果说大家对于 A50 比较感兴趣的话，那我个人觉得17000目前的价格呢。虽然比2万块钱两万点当时的时候要低很多，但是从技术图形上来看，现在没有看到有太大的支撑。那如果说大家想要进场的话，保险起见，可能得等要到比较明显的反转信号出现，
那如果说大家是不是说啊那么保守的话，可能一些激进的投资者们的话，可以呢17000呢也可以开始逐步建仓，但是呢可能会做好还会再有一次或者说再有一波小幅的回调这样子的准备。对，然后咱们看到说 CSL 跌到250还会反弹到290吗？对。CSL 的话，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上个星期吧，最低是跌到240多，然后今天呢是重新爬回到了250。那这个公司呢，其实基本面啊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对，今天是刚刚突破了250。公司的话，基本面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在上个月吧，对，应该是上个月公布的财报，我们可以看到也是突然有一个跳涨。财报公布之后呢，就连续几乎每一天都下跌，甚至还有一个跳空低开啊。那这个公司呢，在去年的时候，其实结合去年整年的情况来看啊，也是属于大盘股当中少有的这个走势呢，不是属于特别好的情况。但就像我强调的，其实公司的基本面是包括业务方面呢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现在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深跌呢？我是觉得应该是被逐利的资金短暂的抛弃了。那根据呢去年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比较明显。当时呢，在这个时间啊，有一个跳涨，8月20号的时候有一个跳涨，之后呢又连着开始往下跌。8月20号那天发布了什么呢？也是发布了财报，而且也是什么利好的财报。也就是说，每一次逐利的资金在它发布财报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买入。然后在发布财报之后立马卖出，然后回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记得这一天吧，应该也是12月10号的时候，我记得没错的话哈，应该也是那一天跳涨来说，也是发布了一个财报，然后之后呢，立刻又开始下跌。所以 CSL 目前短期来说，中短期的一个操作策略，大家也可以采取这样子保护利润的一个方式，一旦出财报有一定的利好。那我们就可以短线的卖出一部分中短期操作的一个仓位来保护自己的利润，但是呢，公司长期看，我的观点依然没有改变，公司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OK，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看到咱们这边有人问 Kogan 啊，Kogan 的话是这样的，Kogan 最近的回调力度啊也是非常大，我记得应该今天是到了13块钱左右吧，对，13块钱。那我们可以看到，Kogan 呢在去年的10月份创新高，接近25块钱之后，然后呢也是在今年的1月底啊，又是达到了21块之后呢，之后啊就一路跌，一直往下跌，也有这个原因之一啊，也是因为疫情缓解了，大家呢。这个线上的购物的热情啊，没有那么强了，很多的这个消费啊，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线下。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回调，包括这个股价，从目前的趋势图形上来看啊，也是属于一个下跌的一个行情。所以说，你如果说问我最近的一个支撑在哪，至少从图形上来看，我很难看到一个支撑啊。所以从短期的一个情况来看呢，我觉得目前还是会。短期看空 Kogan 这一只股票，那需要额外注意的是呢，因为我们当时看到在6月份的这个时候是有个跳空的，所以呢，如果是持有 Kogan 这个股票，我们没有办法，或者说很多人不愿意割肉的话，是需要额外注意这个跳空的一个价格。但是呢，如果从公司的基本面上来分析啊，我是比较期待公司在可能之后的2、3个月到3、4个月的时间吧，会有一些大的一个动作来重新扭转股价这一波长长的下跌趋势。因为我记得去年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吧，因为也是从25块钱往下跌的时候，去年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希望可能公司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动作扭转公司的一个下跌趋势吧。结果在什么时候？我记得可能在啊，就在这几天吧，
公司呢，就是发布了说已经这个给 CEO 的一个股权的奖励，再加上立马第二天公司宣布是收购了新西兰的一个也是一个游戏公司，反正游戏的线上公司吧，线上公司吧，扭转了公司的一个下公司股票连续一直下跌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然后重新回到了21块。那最近呢又到了13块钱了。那就像刚刚说的，技术图形上面来说很难是有一个支撑的，但是呢，从公司的管理层上来说是比较希望它会有一些公布的利好来扭转目前的一个趋势。OK，然后呢，今天我看现在已经43分了，那今天我们这边的这个网课活动呢就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欢迎呢在明天上班之后，跟我们这边小助手或者说各位的客户经理来联系，来一一解答，好吧？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活动呢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一个收看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